五种刹车灯模式。先点一下颜色，确定 APP 连接正常。给刹车灯通电，在刹车灯的时候设置。点击 K 一键，切换刹车灯模式。模式一，爆闪变质量。模式二，来回跑马。模式三，左右爆闪灯。模式四，爆闪。模式五，常亮。再点就回到模式一，五种模式循环切换。在刹车灯状态下，可以利用模式的滑动条设置刹车灯闪烁的速度和亮度。设置好后，自动保存。